马桶不要争宠，我陪他们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嗯啊，都争宠了，哎呦，咬死我了！你别让他伤着安安了啊！安安，这傻狗，他拆爸爸的袜子呢。你看，你等一下，马桶，你两个袜子你别拆完，你给安安留一个啊。给个，你给我滚，给安安留一个，想啥呢？安安，拿这个气球去打他，拿气球打他。你别让他扎住了，别让安安扎住了。跳的头，跳的。争宠，让他跟你争宠。我再害怕马桶把那个气球咬爆了，哎呦，咬我的脚！马桶，那咬我，敲它！哎，拿气球敲它，敲它，敲它！哎，敲它，敲它，敲它！拿气球敲它，打它！你轻一点，没事，气球打的不疼。啊，轻一点啊！哎呦，这咬我的脚快咬死了！我就跟安安玩一会儿，我说给安安锻炼锻炼的，马桶一直过来争宠，一直过来争宠。啊，没事，过来，爸爸陪你来，谢大爸。马桶，马桶。马桶被俺揍了吧，马桶。安安，你敲的时候你轻一点，你不要使劲儿啊。虽然气球敲一下不疼，但是也不要敲，听见没有？他是你的好朋友，啊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这家不长记性啊，都被敲了还这样，看来还是不疼。安安，你给我敲，给我敲，你看，安安，你看，安安。哎，你看马桶来争宠了，马桶来争宠了，你看，老姐，哎，马桶来争宠了，马桶，你干嘛？马桶没停，老姐，老姐，你让我跟他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怎么，你咋，你都五岁了，你还是个宝宝嘞？啊，我们是一个五岁的宝宝。宝宝嘞，我马桶一等队，停。安安说：“我放弃了，交给你们俩了，我不争宠了。”他又不愿意了。哎呀，你看你爸爸被马桶压着了，你爸爸呢？救爸爸！快去救爸爸！快去救爸爸！快救爸爸！他也要上去，他也要上去。我真是服了。哎呀，父爱如山呀！马桶说：“你要是不从了我。”你要是不对我好，你要是哟，袜子碎了，别撕了，马桶，个二球，你货，这是个二球，服了服了服了，哎呀，250，哎，敲他俩，敲，你别让他去了，再摔倒了，啊，哎，你别管安安了，你带你好你的狗吧，安安过来找妈妈，过来，敲爸爸嘞，敲爸爸嘞，打爸爸嘞，打爸爸。打爸爸，就这吧，拜拜。傻狗，哎，这袜子留给你，滚。